婆，嗯，爱的真谛是哪一段经文？拜托，就是哥林多前书13:4-8啊。啊，对，上次背经比赛才考过。啊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没错没错没错，没错，就在上个月的27号，国宝教会举办了第二届的背经比赛。在这次的比赛当中，弟兄姐妹踊跃的参与，可以说是盛况空前。透过火把团队精心的安排，我们呢有一个非常愉快的下午，神的话跟教导也深深的扎根在我们心中，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。2012年只剩下6天喽，这也代表火把的跨年祷告会将要举行了。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样兴奋呢？今年的火把跨年祷告会地点是在崭新的火把办公室，12月31号晚上9点。让我们一起用敬拜和祷告来迎接2012。而明年的元旦正好也是火把主日，大家千万不要跑错地方喽。想要经历焕然一新的2012年吗？如果这是真的就好了。2012跨年趴火把，美梦成真，你最趴。天空发光，你好像是耶。好，特别来吃饼干。弟兄姐妹们，你们发现了吗？今年的农历年除夕也是火把主日哦。感谢主，让我们可以在这个团聚的日子里面一起敬拜赞美我们的神。2012年新年快乐，返家主日热，第一波将在1月1号元旦主日登场，第二波1月22号春节主日，也请你不要错过咯。第一堂是早上9:00-10:30，第二堂是11:00-中午12:30， Wonderland 以及英文翻译场次将同步进行。第三堂下午1:30-3:00，主日崇拜的地点在火把许昌街42号9楼的火把办公室。接下来是报告，报告，不是祷告。报告，报告，之下，之下，耶，耶。2011年最后一次的受洗礼拜，请弟兄姐妹们要特别把握咯。时间是12月31号礼拜6中午12:00，欢迎参加小组的弟兄姐妹向小组长报名。没有参加小组的弟兄姐妹们，可以在会后到6楼的柜台完成报名。与耶稣相遇课程，欢迎未信主的弟兄姐妹们，或者是刚来到火把教会的基督徒以及新朋友们报名参加。上课的时间是每一期8周的课程，在每个礼拜五晚上7:00-9:00展开。上课的地点是在火把许昌街42号9楼的办公室。
欢迎您可以在新人区报名，或是向小组长报名参加，同时也可以在上班时间电洽火把办公室2312-1210-204心灵姐妹。后现代议题讲座上课的时间由1月4号改为1月11号，上课的主题为不能没有你，谈依赖共生，为我们上课的是胡瑞芝姐妹，请弟兄姐妹们踊跃报名参加。세상에 한 줄기 빛, 말씀이신 그분 육신되어 이곳에 오셨네. 그의 자녀들을 위해 그가 지으신 세상 위해 십자가 사랑 구원의 반석 위에 교회를 세우시고 주의 나라 이루셨네. 주께 경배하며 일어서리 이 땅의 회복과 부흥을 위하여 주께서 승리하신 이 나라가 우릴 통해 다시 세우시리라. 어두운 세상에 한 줄기 빛, 말씀이신 그분 육신되어 이곳에 오셨네. 그의 자녀들을 위해 그가 지으신 세상 위해 십자가 이 나라